呢，他们就要来进行30秒钟的拉票时间了哦。那么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你要赶快把握时间，赶快来看一下，到底你要选出哪一位我们的人气大使。好，我们现在从我们一号的景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号的呼呼，很高兴参加这次的选拔，希望大家可以把神圣银票投给我，好不好？哦、谢谢大家。哇，好，来看二号的雅威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武安，如果还不知道投谁的话，请拜托投我一票，谢谢。好，那再来是我们三号的一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男子健一众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，投我一票，谢谢。好，再来是我们四号的钟宁。大家好，我是四号的钟宁，请跟我一起敬拜拯救地球。哇、wow ！好，再来是我们五号的余文。大家好，我是泡泡，我最爱白，我最爱白皙，最爱漂亮，请一定要投给我，谢谢。好的，再来是我们六号的巧曼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号的巧曼。coser 让你的微笑更美丽，请支持六号巧曼哦。好的，再来是我们七号的于仙。大家好，我是七号的于仙，请大家投我一票，谢谢于仙。然后再来是我们八号的船长。大家好，我是八号的船长。那我们是男生女生一起变美丽的天鹅吧。好的，非常好，一起变美丽的天鹅。最后是我们九号的林俊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俊，那希望大家可以扣我票，就是自然就是美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参赛者，再一次给他们掌声好吗？好，那在这边先请我们所有的参赛者呢先回到我们的台下呢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计分的动作。再来，我们最后十秒钟的时间，如果你还没有